将离开台湾了。还有最后的感言是什么？对，我们的记者都流汗的，都看出来了。在这边就是要晒太阳的，而且你已经被我的汗滴到了。那我们刚刚过有没有什么话？好热啊！台中人就这样晒太阳的，不是吗？来，马上来个365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楼下的桌椅。